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大主播扑棱棱，各位网友恁细听，娱乐新闻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郭德纲和曹云金曾经师徒情谊深，最后闹到要分手，也算德云社家仇。自古家仇不外扬，都是家短和理长，不易拿到网上晒，彼此都是个伤害。如今闹得尽皆知，师徒恩怨也开始，徒弟打闹生日宴，师娘下跪来规劝。隐藏故事都挖出，引起网友的惊呼，师徒隔空撕逼战，引来评论一大片，真做假是假一真，彼此伤害都很深，是是非非和恩怨，真真假假都难辨。师徒理由一大堆，网友难去辨是非，不管谁错和谁对，老话值得去回味，一日为师终身父，古人的话要算数，别和老爹争短长，放下碗去就骂娘。牢牢记住古人话，别和师傅去讲价，师傅老师不一样，老师可以明算账，师傅似父亲一般，从小养在家里边，吃师傅也住师傅，二徒身份人关注。当年对他最宠爱，亲生儿子一样带，吃住都在师傅家，听从父子人人夸，当作接班人培养，各种舞台都登场，请当相授来传道，半点藏私都不要。再看徒弟曹云金，相声行里造诣深，相声圈里也红透，都是师傅来成就，感觉自己一出头，马上反目和成仇，乌鸦害之反不恩，做人一定讲良心。其实灭族去打闹，纯属大逆和不道，要把师傅逼绝路，让人寒心和无助。优良传统要继承，不可去耍小聪明，优良传统起源系，做人底线要牢记。以上法子肺腑话，不是网络拉偏架，谁对谁错有公论，大伙可以来讨论，不是对谁来抨击，只是冷静来分析，分析谁对不起谁，其实已经无所谓。人生道路去面对，最怕道德不配位，德行品德和才华一样一样不能差，才华才能和德行都是相符合相成，才华固然很重要，德行千万别忘掉，德才兼备德为先，心地无私天地宽，那个天地宽。作为榜样，拜拜和出轨，臣以凡宣布退娱乐圈，奉行工作是员工集体辞职，王心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笑而藏，为保护私，网友们打呼。